观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看新历二月初八，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初心。第一条消息真重要，根据 NHK 上新的报道，日本的游览船船长公主号，阁有三个人确定得到武汉肺炎，但船顶计共64个人治病，一只船伫正月31停靠咱基隆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立刻有落船去台北、新北。甲家人拢总51个景点行搭，民众伫迄日若有行卡到嘛，着自主管理14天。泉州公主号游轮顶有超过60位旅客被验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因为伊不伫一月31天外过两港，要旅客落船观光。疾管署已经完成初步疫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随即研发传染病感染，提醒不伫迄天去800几个景点的民众做自主管理。就是灾防告警细胞广播传染病警示讯息发送的系统来发布在北北基，要注意你有可能在1月31号6点到他上船5点半这样的时间有经过相关的一些点，那可能自己要特别注意，那可能需要做一些自主健康的管理。指挥中心沿国家干线通报即挂船客去过倒位，包括台北的101、草山、故宫、台北车站、西门町，伫台北市有23个景点。另外，新北市有九份啊老街、亚柳等8个景点。那是贵人是有庙口、碧沙鱼港等20个景点。11点前过来，即挂乘客去过851个景点。伫咧迄天有去过即挂所在，或者是接触过即挂游客人，爱特别注意是毋是有发烧或者是呼吸道的症头。其实你错过一站可能就出很大问题，大家可以想想看，钻石公主号如果今天没有得到这样的情报而没有开始做它相关的检疫，再往下面走，你看那条船会变成怎么样。好，所以非常重要。那我们在以前没有的，我们知道了日本很尽责的，很快的讯息就来了，那所以我们马上可以做这些后端，我们前端回溯性的一个疫调，然后提醒大家来注意。指挥中心讲，有对游轮停靠了，旅客落船的行程追踪、落船的动线、加接触者做分类。若是迄天无随船离境的人，也已经有名单做14天的居家隔离。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麦。头先来看，自由时报武汉肺炎严格，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按2月初10开始，经过中国、香港、澳门转机入境者，要爱在家检疫14天。刷落来是联合报，武汉肺炎滚咖，民众唔呐烧钱买嘴暗，就连卫生纸、药纸啊嘛抢得买。通路上表示，存货有够多，请民众唔通惊吓。上尾是《苹果日报》，中国第一个公开武汉肺炎疫情的医生李文亮，因为家己嘛治病来过身，不过当风声讲有甲李文亮到 ECMO， 忙要甲伊救倒转来。是李文亮医生是第一个表武汉肺炎疫情的人，不过伊公开这件代志，煞予病院约谈受公安警告，但因为伊家己嘛治着武汉肺炎来过往，就引起民众议论，带来指控政府太人。现时中国官方决定要甲代志理好清。第一个公布武汉肺炎疫情的武汉病院眼科医生李文亮，伫咧初七因为武汉肺炎过身，先后闹看照甲五岁囡仔。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公开表示哀悼。湖北省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在抗击疫情中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经全力救治不幸逝世，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深切哀悼。李文亮是第一个公布武汉肺炎疫情的人，所获公安强迫签训诫书，承认家己散布不实言论。因为伊的过身引发中国网友批评政府官僚太人，中国民众也认为应该爱反省。挺痛惜，也挺惋惜的。就是这，至于这他造成的这些影响，能不能警醒一些什么？这是别让他白白的就这么失去了生命。需要最主要能听到不同的意见，是吧？能有不同的意见。伊工作的武汉病院，也过香港两个悼念活动。感谢李文亮对武汉肺炎疫情的贡献。另外，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被派人到湖北武汉，全面调查李文亮事件。走路走不了了，生活不能自理，这不是医院，这只是个隔离点，出了事没有任何人对负责，我们也担不起这个责任。都没
病院工作人员大声话讲，这代志无负责，这是湖北的本省病院，是官方进行十几个大型场地改建，专门收轻症患者。严格自病房所设备内面的情形看，院内唔那是无隔离设施，上千人做伫用一间病所。病房讲根本是伫咧内面等死，有个患者情绪正激动，希望改善环境。中国各地为了要防止武汉肺炎疫情，防省防城范围也在扩大。安徽天津、广州、深圳、成都，伫初一拢宣布实施社区封闭管理。全世界疫情也继续扩大，超过31,000人确诊。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拢有新增加的病例。记者综合报道。全球确定得到武汉肺炎的人数是直直在增加，但诊断确定的病例已经超过34,000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现时中国有34,161人治病，719人死亡。中国国一日死亡的病例就增加82人，排除中国其他国家诊断确定的病例有290例，其中一个死亡。另外，台湾有16人治病，其中一个已经出院。日本因为泉州工作号阁有3人治病，现时拢总89病例，干那较少中国尔尔。过来是新加坡33例，泰国有25人治着武汉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禁止国际的游览船来台湾安华客港，伫苏本地要返来台湾的波斑星号掉伫咧公海，想要甲船驶去日本奥克纳瓦，予外国人客落船，随后日本政府拒绝，但波斑星号按算伫今仔日中昼停靠基隆港，毋过船顶若有人治病，所有的人拢爱伫船顶隔离。台湾的旅客挂嘴暗，徛伫个甲板翕底片，大声话讲，阮要回去。有一只内省游轮“宝冰星号”原本定伫咧初七下晡返来台湾，啊，毋过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从2月7日开始禁止国际游轮停靠台湾各大港口了后，即挂台湾旅客无哈多返来。目前我们在那霸的海上徘徊，请台湾有关单位重视船上的1700多位的权益。从航迹图可以看到，这架宝冰星号是2月7日从基隆港出发，2月7日到7日停靠日本那霸了后，原本要让外籍旅客落船，啊，不过游轮越界时阵去予日本拒绝，所以从初六下晡6点一直到初七早起9点，这16点钟一直伫咧日本海峡驶来驶去。初七中昼确认第二届去予拒绝外籍旅客落船的部分。我告诉他，外籍的旅客不能在基隆港入境，他们只好这样子，他们自己。决定把那个外籍的旅客送回去那霸下船。根据统计，宝冰星号面顶除了1709的台湾旅客，还有18菲律宾旅客，马来西亚13个，越南13个，还有南韩、印尼、缅甸、新加坡拢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中国一个配偶。中央流行指挥中心已经透过资讯系统了解宝冰星号面顶40个工作人员拢有中国的旅游史。啊，不过只要是台湾国籍，一定袂拒绝入境，不离个爱心完成检疫。当船靠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上船做检疫。那当然有发烧的，那或有中国旅游史的，全部都会隔开来，然后马上裁剪任何一个阳性。那阳性的病人当然要送到医院做隔离治疗。那其他的所有的乘客都要留船隔离。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的一个工作，也就是市政府我们会在第二线做备援的这样的一个准备。目前宝冰星号预计初八中昼左右会靠港基隆港的西沙码头。基隆市府强调讲，政府会全力配合中央统一指挥作业，第一线由中央甲港口进行防疫检测，市府伫咧第二线备援整备，万不然若是真正有确诊的病例，卫生局嘛已经拟定后送的动线，民众毋免伤烦恼。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阁宣布，为着要预防武汉肺炎。按2月7日到4月2日，除了往复北京的首都机场、上海的浦东机场、青桥机场、厦门的高架机场，阁有成都的双流机场，其他的飞行器座拢着冻点。陆委会嘛宣布，按2月7日开始暂停小三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初七暗时召开记者会，指出咱国武汉肺炎确诊人数无增加，严格中国疫情依然严重，确诊病例数急速上升。为了防止疫情一直拖，宣布限制两岸客运航线。2019年2月10日零时开始，到4月30日的20:59，那我们两岸客运航线往返
北京除了往返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以及虹桥机场、厦门的高崎机场、成都的双流机场的航线之外，其余大陆城市往返台湾的客运航班都暂停飞航。过境港澳一样会来居家检疫14天，但整体在评估里面哈，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影响非常的大，好，所以我们是宣布从礼拜一2月10号0时起。政府加强防管，也落实旅客防疫。2月7日开始，经过中港澳转机入境的，也会再加减14天。刘议会是宣布，对2月7日开始暂停小三通，这是第二摆暂停小三通。在2023年拄到 SARS 时阵，政府就摆暂时关闭金马小三通的客船来往。啊，因为商务，啊，因为这个啊，所谓的这个旅行企业。或者这个啊，他们的媒体驻点人已经在这里的，那么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业务上的需要，我们要来考虑啊，来延长他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啊。廖委员讲，虽然暂停小三通客运，不过客运继续。即阵小三通的船班已经减价成8班，马祖一班；大三通客船也伫延期停开。记者综合报道。咱立委会表示，头只按武汉返来转基地，起飞整整1点钟才收到乘客名单。另外，种种争议引起行政院长苏贞昌大力批评。不过，中国国台办这边伫早暗有上新的回应，强调中国的检疫是真严格，是咱的政府在阻碍人民返来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初六批评头一班武汉台商班机完全走正去，国台办初六深夜回击台湾搞好代志变作无理的政治事件，强调截至初六早起8点，有上千位台胞申请协助回乡。中国东方航空提出初六甲初七各执行2班，初八一班，外班机满足台胞回乡需要，确实做到台湾照顾团圆。我们对这种说法也表达遗憾，滞留人员的接访作业确实存在防疫上的风险，必须采取最高安全规格的防护作为。刘委员也就国外对头一班班机名单的怀疑提出澄清，强调从来无收到来自台商团体，也是足球会长齐正文提供名单，并且表示并无讲收容能量有限这个问题，也佮回答名单要有优先顺序的讲法。相关的准备安排需要充分周延，所以我们也必须考量我方隔离收容所的能量。李斌对国再来的台商包机，甚至观光游轮的台籍乘客，收容压力未少。伊家发起网络联署，希望政府重视全台负压隔离病床只有1000多床的情况，到底守护台湾医疗资源，得到热烈响应。到暗时6点前，已经有76000人所联署。要是真的全部这些人都是有症状甚至是有得病的患者的话，台湾的医疗资源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多的一次这么多的患者啦，而不是只有在第一线面对的人需要去特别注意，是所有的医界所有的医护人员大家都很关心的事情。对着国台办以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由小国办回台办机民众安排，是不是代表双方民航机关在协商出现困难？两委会强调，即阵议员在交换意见，无多着急。对着西北市过年加班机最后一天的执行时间，刘委员强调，任何专案包机拢由双方民航机关来参详，并无期限的问题，拢应用过年加班机的沟通模式，由双方的民航机关来参详确定。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上关市元宵节，台湾各地头拢有举办活动来庆祝。不过，现时武汉肺炎军家地区主办单位唔敢代议民间消毒观光景点、甲灯会的区域，就是望行脚到的民众会当安心游赏。环保局人员伫国父纪念馆四周围伫喷消毒药水，包括走道啊、有回廊的地方啊，我们也会来加强喷药消毒。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让民众感觉真惊，加上元宵相关活动也陆续开始。台北市、新北市拢针对各观光景点、加灯节的地区来消毒。台北灯节也缩小规模，减少部分活动。常见的观光场地该消毒的都去消毒，特别是我们灯节要开始的地方，都先消毒。不要要知道是它经过哪些路段，有接触哪些人，那个工位上的掌握对来讲是比较重要。只要人潮多的、使用过的公共的场所，要全面消毒，比如说我们的厕所，
防疫只有过，而能不要有所不及。好，把身体保护好，不是要防疫，而是还要让跑单掉。比工作医生至少要参加一次台南减水跑跑庆典，在七七三起开始，根据传统习俗，就是要让冠心地军的神球绕境，搭配放炮瓦和跑跑来把瘟疫赶走。他的民俗习俗一样，能够驱除瘟疫。七彩灯光配合喷火表演加电影舞曲，配合在七六暗时进行的舞桥大过盛会，相关是吸引真侪人。赵信啊，祈求诶国泰民安呐、啊，希望借由这个舞教这个出来，能够带给台湾越来越多的平安，然后也希望疫情能赶快控制。元宵节进前，平湖国宗庙舞桥出巡，唔那是欢庆佳节，同时也甲咸水螃蟹泡同款，代表要驱散瘟疫。武汉肺炎引发真侪国家的惊吓，在科学上，我国各界专家对公卫政策、治疗研发这领域来防堵疫情，而精神层面顶面也希望向人民祈求国泰民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灯会，今仔日伫台中后里开幕。今年上届上热闹的决定是宝岛现光巡逻队，这是用回收的电动车落去改造做花灯。有外信息，大家带带大家眼界一下。五更十四个灯会，一台比一台更加新色。有台湾的好食物啊，毛草唔车、羊头车，还有白马走干阿飞。这是2020台湾灯会的行动花灯，报道现光巡逻队结合艺术甲科技，唔是徛伫遐等人去看。灯会期间会家己徛出来，予游客欣赏。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创新，那我们希望啊，能够把这个创新的科技跟艺术结合的动态的一个花灯啊，来呈现给我们到所有这个2020灯会的所有游客们来做个欣赏。负责规划的新媒体艺术团队表示，这车是用回收的电动车去改的，因克服技术的困难，创造又个水又个环保的特色花灯。我们其实，在挑选，又不希望说我们用真的，比方说汽油动力的汽车来载动，我们希望说还能够更环保一点，我们希望说用电动车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我们这次去找了回收的电动车来进行改装。台中市府表示，总共七大主题的夜光游行车，伫咧灯会期间，下晡3点到5点会展开游行。民众来到后里的分区，就会当看到这个四界行的元宵灯，过一个五彩的元宵节。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看山，咱来看南投。南投灯会到达是第五代。今麦会派无人机伫空中摆日空日，又够鸟气的多行。咱来看报道，做伙感受闹热的气氛。天顶的灯光闪闪烁，唔那有南投的英语拼音，详细看也够一只会发光的鸟翅。这些灯光拢是靠无人机顶头的电火烧出来的，结合现场的音乐，南投灯会也够有好看的水舞秀，也够有灯光秀，现场也有精彩的花舞表演。现场伫咧表演者的手中，就那亲像是四百零同款的飞天遁地。今年主办灯会的南投市，原地邀请中国重庆的花舞团来表演。不过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全改请伫咧中国中央电视春节晚会表演过咱台湾的花舞团登记家，包括传统民间技艺团，也个国际特技团体，也含南投在地的表演者做会演出。游客看了拢学落个特技。第一次看到，没想到我们台湾的，我们的表演居然是这么的棒。我希望它能够发扬国际，让我们台湾越来越赞。南投县政府表示，去年来看花灯的人就有500万人次，今年是第五届举办灯会，为1月31日开始，烧煞10天，逐天暗时7点，拢会伫咧水舞广场有精彩的水舞秀表演，要让国内外民众欣赏光雕艺术，感受元宵节闹热的气氛。记者综合报道。台记带带观众朋友按地方走向国际。世界卫生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正在进行武汉肺炎加热议论的重点。台湾受排队的问题嘛，很看重咱的邦交国。美国驻日内瓦大使、欧洲联盟27个代表，拢甲台湾赞声，支持咱加入 WHO。
全世界无用伫咧防止武汉肺炎这个关键的时阵，当伫咧瑞士日内瓦进行的第146届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执委会，台湾也是去防排毒在外。会议顶除了咱台湾的邦交国替台湾发声，美国驻日内瓦大使布伦伯格搁卡徛伫咧第一线发言替台湾发声，强调 WHO 应该爱甲台湾的公共卫生数据清楚公布出来，而且直接和咱台湾的公共卫生单位合作。For the rapidly evolving coronavirus, it is a technical imperative that WHO present visible public health data on Taiwan as an affected area and engage directly with Taiwan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on actions.布伦伯格今年头一摆替台湾讲话，显示美国对台湾参与 WHO 的支持已经攸关紧急。日本、德国、也够英国等等的代表也悄悄表态挺台湾，强调紧急讲话事件继续伫咧探讨。WHO 应该爱加有能力贡献，而且也踮伫咧紧急状况的谈判做伙落入全球的卫生体系，袂使因为政治加任何人闹交。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novel coronavirus.Japan is ready to provide WHO with a new funding of about $10 million, which will also support the WHO SRP launched this week. Cooperation at global level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t i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to avoid gaps in communication and that no region should be left behind.德国等等欧盟27个国家代表联合发言，支持台湾加入 WHO， 国际消停的力度增加不少。不过，中国的代表在会议中表达强烈的不满。中方对有关国家在技术议题下再次炒作涉台问题表示强烈不满，要求主席加以约束。话一讲完，美国和日本的代表是强烈回击，爱中国唔好把公共卫生的议题政治化。WHO 执委会初六进入第四天的议程，国际挺台湾的热度还搁伫咧继续，拢望讲早一日促成台湾加入紧急公卫事件的防范工作，尽全力抵抗疫情。记者阿敏晶、张玉水台北报道。来看澳洲会收税案，去年九月开始变，到今也未收税。New South Wales 一省和大会升等较上忝，不过因为今大水河变几那日，一开工会社总算有留下重点。今仔路面顶四界拢会当看到车流水滴过的状况，有诶车因当讲诶位较低，专以为安尼来浸水。澳洲气象局指出，真侪受到大水河影响的地区，即几天的雨量拢创一年以来新高的纪录。杜昆士兰、新南威尔斯到维多利亚省，总共1000公里的沿海地区，澳洲气象单位继续发出大水河的特报。在这个时阵拄到大水河，对消防队员啊，佮处理气候火灾烧掉的民众来讲，会使讲是好代志。We're down below 40 fires now today, or 42 fires, I think it is today. 17 of them are not contained, so I'm confident we're going to see that number drop even more over the coming days, and certainly into early next week when they're talking about this rain still continuing.目前为止，洪烧掉的森林超过1860万公顷，差不多是台湾总面积的五倍遐多。洪烧掉的厝有6500多栋，佮造成34个人死亡。另外，毛算袂清楚，无买险，地区等等的动物去洪烧死，或者是洗拖地去洪破坏佮真严重。新南威尔斯省一对老翁仔某，得利用家己的厝佮4口围的空地，使用真侪无法度家己卫生的烧地器。A lot of them, their mothers were dead and they were still in their mother's pouch and a member of the public's come across them and brought them to us to take care of. 就算气象单位讲落雨的天气会继续几日天，啊，不过消防队说提醒，落雨了后降温口袋季节也过会回来，拍火的工作袂当放停。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透早天气凉冷，到到暗时温度会阁降低，敢那剩12至15度。民众若要出门参加元宵节活动，衫着爱穿好少，提防武汉肺炎，嘛爱注意流行性感冒。咱做伙来看今日的天气吧。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高18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高26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高26度；南部这边上低18度，上高22度；外岛地区上低10度，上高19度。
来看未来三天的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